你知道宣誓主权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没有啊，真没有。说吧，有什么问题？掉线了。那个单线定梁跨率，哎，等等，收放回去。哎，看这本就够了。朋友有超能力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呦呦呦，有情况呀！洗洗睡吧。我忘了你听力极好。来这么早干嘛？我来看你啊。我想你了。出差回来以后，我一直都在想，你是真的不顾一切冲过来救我的吗？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我们是真的在一起，不是那种玩玩的，对吧？真的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没自信，但是和你在一起，什么都是真的。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那个，你知道，宣誓主权就。现在确认了吗？你这里有胡渣？
有吗？嗯。你来。我不会。过来吧。等一下。哎哎，你干嘛放我下来？哎，你放我下来！哎呀，喂。好了好了。哎。墨萍啊。嗯，我超喜欢看的，百看不厌。会很无聊的。不会无聊的。好吧，看一会儿吧。下泡水吗？啊，热。